伏特加搞预测 ，What's up？ 大家好，这是一品伏特加。喜欢预测比赛，却又不想拿老婆拨给你花的少少零用钱来一决胜负吗？搞运彩这样一个新鲜的体育赛事预测平台，完全能够符合你的需求。现在就跟着伏特加了解如何搞预测，一步步成为下一位体育界的预言大帝吧。首先，我们要注册搞运彩的会员，有 Line、Facebook 跟 Google 三种选择。像我的话，就是用 Google。搞运彩这个网站有一般体育平台必备的即时比分资讯以及聊天讨论串，当然还有他们最大的卖点预测功能，就让伏特加借用水晶球的力量预测一下明天的赛事吧。在开始预测之前，建议先点选历史数据，里面有详尽的双方对战记录跟球队数据做参考，可以更准确的做出分析。那我们就挑一场蓝鸟 vs 洋基的比赛来示范。虽然两队战绩相当，对战记录也持平，但洋基正在六连胜的势头上，且两队比赛还是大分居多，压洋基大分没毛病。送出。Of the season. Well, this should do it. Kratz Fields flips to Nelson, and they get him. And that will do it here at the stadium as the Yankees win for the second straight night against the Blue Jays. 每天重复同样的动作，不限次数，不限项目，只要在同一个领域取得超高的命中率，就能成为他们的预测大神，登上搞运彩排行榜，供大家膜拜。此时不仅你在各版发的文章人人抢着看，甚至还能将自己的预测结果做贩售，获取一点蝇头小利。那这边就不得不提搞运彩的虚拟货币搞币。透过现金购买搞币之后，不只可以购买大神的名牌，还能在他们的文章进行打赏，相当于抖内的效果。购买大神名牌，就算没预测命中，也还是会退还将近一半的金额，是一套非常完整的操作系统。搞运彩时不时会举办活动让玩家参与，像之前提到过的百万大神争霸赛仍然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而搞运彩即将推出的最新活动，就是集合一些讲解体育赛事的网络红人，像是讲中职的史丹利，讲 NBA 的保罗，当然还有讲大联盟的小弟，我都将在搞运彩上和大家同乐。也欢迎其他所有从事体育相关的创作者一起共襄盛举，写信给搞运彩官方注明，我也是网红，我也要挑战成为大神。最后提醒，未来如果有发一些废文或是一些不专业的预测，再请大家过来笑一笑啦。记住我的标语，得水晶球者得天下。那我们就一起在搞运彩上相会啦 ，See you。